一峰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如果是你，赶快回复我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真的很想你，一峰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都让我见见你。一峰，你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希文，你老婆。Sorry， 可能让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一峰，只是用了这个号码两年，无意中收到你的信息，就随便回复了。引起你的误会，真不好意思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确认就不停骚扰你。Sorry。不要紧，我也有不对，打和了。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这么快，他说要等乐乐再高一点。那我一定要多喝点牛奶才行。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如果是你，赶快回复我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真的很想你，一峰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都让我见见你，一峰。你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希文，你老婆。Sorry， 可能让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一峰，只是用了这个号码两年。无意中收到你的信息，就随便回复了，引起你的误会，真不好意思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确认就不停骚扰你 ，Sorry。不要紧，我也有不对，打和了。好。咦，是不是爸爸回复你？是啊。那爸爸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这么快，他说要等乐乐再高一点。那我一定要多喝点牛奶才行。一峰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如果是你，赶快回复我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真的很想你，一峰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都让我见见你，一峰。你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希文，你老婆。Sorry， 可能让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一峰，只是用了这个号码两年。无意中收到你的信息，就随便回复了，引起你的误会，真不好意思。
来是这样，没有确认就不停骚扰你。Sorry。不要紧，我也有不对，打和了。好。咦，是不是爸爸回复你？是啊。那爸爸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这么快，他说要等乐乐再高一点。那我一定要多喝点牛奶才行。一峰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如果是你，赶快回复我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真的很想你。一峰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都让我见见你。一峰，你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希文，你老婆。Sorry， 可能让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一峰，只是用了这个号码两年。无意中收到你的信息，就随便回复了，引起你的误会，真不好意思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确认就不停骚扰你。Sorry。不要紧，我也有不对，打和了。好。咦，是不是爸爸回复你？是啊。那爸爸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这么快，他说要等乐乐再高一点。那我一定要多喝点牛奶才行。一峰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如果是你，赶快回复我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真的很想你。一峰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都让我见见你。一峰，你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希文，你老婆。Sorry， 可能让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一峰，只是用了这个号码两年。无意中收到你的信息，就随便回复了，引起你的误会，真不好意思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确认就不停骚扰你。Sorry。不要紧，我也有不对，打和了。好。咦，是不是爸爸回复你？是啊。那爸爸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这么快，他说要等乐乐再高一点。那我一定要多喝点牛奶才行。
一峰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如果是，你赶快回复我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真的很想你。一峰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都让我见见你。一峰，你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希文，你老婆。Sorry， 可能让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易峰，只是用了这个号码两年，无意中收到你的信息，就随便回复了，引起你的误会，真不好意思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确认就不停骚扰你。Sorry， 不要紧，我也有不对，打和了。好。咦，是不是爸爸回复你？是啊。那爸爸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这么快。他说要等乐乐再高一点。那我一定要高个点。